这是豆包买过最漂亮的一个工厂泥，我已经玩过一次了，它还是这么的漂亮。今天我们就来改造一下它。最近更新一个作品是有原因的，因为我每天都会和我老婆一起出门玩，就是出门玩的时候经常遇到路边有一些小哥哥小姐姐们推销他们自己的产品，或者是说让你扫个二维码给你一些小礼物之类的。今天我们就遇到了两个超级好看的小哥哥，他们两个过来之后就是说可不可以帮一个小忙，扫一下这个二维码。我们扫了之后发现里面是那个辅助验证帮助解分，然后我们就拒绝了，因为这个账号分了肯定是有原因的，一般情况下都是严重违规才会被封号的，遇到这种帮助解分的能拒绝还是拒绝吧。